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，本地有香港移民團體將會在7月舉行慶祝的晚宴。今年的7月1日是香港回歸中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的紀念日，對香港的移民同樣意義重大。有本地香港移民團體表示，儘管不少家國港人因為不同的原因在不同時間來到加拿大，但仍然熱愛香港，關心故鄉的事物。離鄉別井，遠赴海外，開創我們的新天地，但是香港始終是我們的根，我們的原居民對原居地的一草一木，港人港事的改變，我們都會身同感受，所以我們就成立了家國港人關注港情協會了。這個名為家國心香港情的綜合晚宴將會在7月15日於溫市中心一間的酒店舉行，屆時除了會帶來新穎多樣的演出之外，還有香港情懷展覽，以展示香港過往近70年的蜕變，而現場更加有極具香港特色的美食，例如雞蛋仔等提供，向公眾展示香港飲食文化。我們的餐美食還有白糖糕、缽仔糕、芝麻卷，讓我們大家一起回去我們的時光隧道，共享我們回歸祖國20周年的成果。當晚我們還有一個特別的節目，就是選出懷舊最佳的服裝獎的。更多關於家國心香港情慶祝香港回歸綜合晚宴的詳情，可以致電查詢。